大家好，我是李田硕。当今社会科技日新月异，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。今天为大家分享四川科技馆，它位于天府广场北侧，包括20多个常设展厅，分别为航空航天展区、机械展区、虚拟世界展区、机器人展区、天地万象展区、信息科技展区、生命科学展区、生态与环境展区等，和3个主题的展览，简直就是大而全。与其说是科技馆，不如说是大小朋友的游乐园，孩子们在这里寓教于乐，融学于趣。公众平台上预约以后就可以直接进入了，在这里你可以走进太空舱，揭开宇宙飞船神秘的面纱，感受航天员的太空生活，让孩子们从小爱上航天事业。太空舱里的洗手间是什么样的？来到这里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。宇航员的衣服是什么材料制成的？有多厚？有多重？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。三维滚环可以让孩子体验模拟太空中的各种旋转，充满了惊险和刺激。赶快带你的孩子来挑战一下吧！人工智能是国家大力发展的一个项目，人工智能展馆里有好多好多的机器人。机器人不但可以取货发货，还可以跟你石头剪刀布。会跳舞的机器人舞蹈团也是惊讶到了我，全体队员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，如果是人就要训练好长好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呢。更加震撼的是机器人乐队，大大的舞台上配合声光电的效果，机器人的吹拉弹唱真是无所不能。孩子们不但可以开眼界，是不是还要考虑以后从事的行业千万不能被人工智能给替代了。马上就要放暑假了，快带孩子们一起来这里玩玩吧。关注我，为您分享更多成都的精彩。